两集，我们会带大家到釜山、蔚山，还有庆尚南道。所以要进行的机制是 BULUG 集制个人带，两集下来有收集成功的人，回台湾的时候可以在釜山航空的 VIP 室等待登机，并且在那里参加奖金挑战赛，有机会获得韩元100万。PG 现在阿斯提饭店老板要请你们帮帮忙，内勤人员呢，请你们翻译好老板的任务指令。好，面前问，面前问。啊，这里是男士合照，请与穿着长裤的女士合影，快传给他们，然后告诉外勤的人员去执行，率先完成所有任务的队伍获胜。啊，好的，哎呀，有船了，有船了。跟着上录音并录制语音文件给你的队友玩，听完后队员们跟着唱，让路人猜这是谁的歌。可以了 ，OK 了，好过关 ，OK。耶！好，任务二下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一起唱歌给他听，然后让路人猜出来这是谁的歌。好，我们一起唱录给他，我们一起唱录给他。好，来听好了，听好。有啊，我们刚有看了任务，还是传给他们。跟着唱并录制语音给，哦，我们要跟着唱，唱给是我们的队友。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先想。啊，唱这个歌，唱这个歌，这什么歌？有来了来了，我已经唱了一起唱歌给你听，然后让你跟路人猜出是什么歌。哦，他们唱歌给我们听，让路人猜出什么歌。但是你要听着，然后唱，不是放给他听。哦，好。他们传了个，他们进来了。那你传了声音了。我觉得超像哎，邱颖芳，哎，韩颖芳。哎，很红的歌，有听过很红的歌。
他不能让路人听到他的声音，要用别人的声音唱。那我们现在要感觉比较年轻的，比较年轻的。不行，还没打。I sing a song, and you guess what the song, okay? I'm sorry. Oh, okay, okay. 他听不懂的英文。It's okay. 我以为是蓝队跑。在韩国不能随便跑。真的吗？嗯。为什么？随便跑你要跟着跑，但你不知道后面追的是什么。你说丧尸的部分吗？对。而且我跟你讲，全世界考试。有了，有了，有了。他们在练习啊！他们有，他们在唱了呢。录了，我们要录喽。大西那么高唱乌里沙伊，来玩来一起马球 ，I feel good。No 一起那那马哥 ，I feel good。机关枪为了你，为了你，为了你那。少女那贝克马高唱。哈哈哈哈哈！我以为成为少女团体，只要漂亮就好了，原来不太行。哎，有了有了！不理他们，不理他们。来。这什么啊！哎呀，要不要去找？可以直接找。不可以放开镜头，不能直接给他听哦。哎，这个那两个模式是脑袋模式，脑袋应急就把它试一下呀。进去。好，来了。好。你阿辉。进门进门车。侬会当侬伊拉马吉。在那空你擦面手里天天喝啦那首太阳那你就传太阳我是 Wait a minute OK 要传出去是不是我要等他们确认说是不是正确的好像我说太阳了恭喜答对 Yes 答对答对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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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拜拜，阿弥达。哦，那边，这边。啊 ，I sing。阿吉那玛嘎查乌里沙伊，那我那一起马球 ，I feel good。No 你只一个马球。妈妈木啊，干嘛呢？妈妈木。对。哦。妈妈木。哎。妈妈木。妈妈木答对了，答对了 ，yes 是没错，答对了 ，OK 康萨米达，Thank you so much，yes 我们好棒啊，我们上分了，哦，已经超级了，但是在分出胜负之前，我觉得很酷，是你知道吗？我们刚刚是两边连线呢，等于是你们在饭店的楼顶，我们在那个釜山车站这样看着你们呢，就内情跟外情。对啊，我觉得那个感觉还蛮酷的，因为其实这个阿斯蒂酒店呢，我觉得很厉害，因为我是前一天就先到了，嗯，然后我发现这个他们的酒店的附近的交通非常方便，不管是你直接坐火车来，坐地铁，甚至旁边计程车站、公车站都直接在门口，所以我觉得来釜山住这边超好。哎，它21楼餐厅是直接可以看到整个釜山哎，哇！你包括山边啊、海边啊，通通都可以看得到。我刚24楼那个工作地方也是超漂亮的，那里很漂亮，那里很漂亮。对，然后他们4楼还有健身房哦，然后如果要开会，他们有商务中心也可以开会。然后重点是他们是很新的饭店，他们是2018年开幕的。然后他们在网络上的评分有9分，哎呦，满分10分，设施做到一应俱全，对，有干净。旅游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住得好，然后要去哪里玩或者是去哪里吃东西都方便。对，所以刚刚你们在上面讲话的时候，你在练唱歌的时候，我们在下面都听得到。你看那个距离有多近？哎，那好，这是笑话，隔几层楼在19楼，不能笑，不能笑，这样讲过了是不是？对啊，过了。心电感应。
哎，不过刚刚真的很激烈，为什么？因为我刚刚看到他们过的时候，我们过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也在泄气。没错，没错，没错。哦，所以其实是很恐怖的哦，时间是非常接近的。好了，要来公布喽。紧张。紧张。蓝队拍照跟猜歌两个任务，花费的时间合计是8分58。我们有这么久，蛮久，因为学歌都蛮久，对，学歌好久，学歌就蛮久，到一些时间，对。然后一队8分50秒，哇！8秒，差八秒，差八秒，哇！都只差一点点呢，哇，8秒，所以就是差一点点的。我们已经在说谢谢了。没有，我们结束了。我们回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说谢谢，所以就是大概那8秒。哇，金价哦，金价，金价厉害哟，金价都假的，什么意思啊？哎，有一个人哦，还有哦，这蔡瑞雪的，这个是什么？这个糖饼吗？哦，糖饼好吃哎，韩国糖饼好吃。然后我们其他喝的这个是雪浓汤。猪肉汤饭，哎，釜山有名的猪肉汤饭，一定要，一定要。猪肉汤饭，这是血肠，这是血肠。哎，我一直以为血肠里面放的是米，后来发现不是，哎，它其实放的是像这样那个冬粉，冬粉，酥酥的那个冬粉，但吃起来有点 QQ 的。嗯，好吃。这个辣椒把它弄进去。对，啊，血肠跟我们香肠一样，哎。它也有放五香粉的，也有香粉，对，有腌过的腌料味，还不错。你这里面是米果，它里面是坚果，哦，坚果，坚果，很健康哦，好饼看起来很好。这个加辣酱很好。哎，我们这一趟釜山，只要一分到队，战力好像都很接近的，嗯，就比下来的那个时间点都是只差一点点，没有很悬殊的，很精彩，很精彩。要抽签，应该可以抽。对啊，对啊。那我先好了。来，旗开得胜，看是第一关就好开头。好，来出牌了。对呀，我们加油。B U， 加油！有了，我要打 U 啦，我要打红。我差一个 G。你不要再一直夹着别人，到时候手就不见了。对啊。G 破关，他今天是破关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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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相遇，来个一下，又是 BU 哎，错过，直接收到第五张哎，真的好难得，快快回去，大家都来了，他打 BU，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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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 不然今天难追了，来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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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来个 BG 的 ，BG 有来说什么？加油！加油 ！BG 啦 ！U， 哎，这小 U 有一个啊，小 U 小 U 就多一个而已啦，是要橘色的大 U， 蔚山的。对，我差一，还是差两个，差两个，差很多，差两个。哎，这个还真不容易，本来一直觉得，应该快要有人，五张都有了，感觉来了。好。那我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对不对？下一个景点 ，OK。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几天呢有去了釜山，还有蔚山，对不对？是的。那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广大的区域呢，就是庆尚南道。哦。对啊，庆尚南道呢，同时也是朝鲜半岛东南的一个韩国行政道。它的首府是在昌原市，那同时这个地方也是韩国的重工业基地哦。对，然后呢，在这个地区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叫做嘉野文化，在庆南地区，对，嘉野文化。它是西元大概40几年，这是真的，40几年。你就说你骗我。大概到几百年之间。你有怀疑的眼神。对，我就等他回答，这是真的。就跟你去，你认真。比如说我们有去什么泰国，会看一些什么那种古文物啊，那种风格。玛雅文化那种。类似像那种，它就是一个嘉野文化，所以呢，每年都会在这边举办星海嘉野文化祭，还有小嘉野文化祭这样子。对，然后呢，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庆尚南道的金海，对，
好，这个地方叫做金海，在这个地方都还保有着家爷王陵的遗址。哇哦，对，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到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市区，这边就是有让你感觉到乡村的辽阔，所以是很舒服的。是我们应该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走到，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没有走到，有啊，都有走到，没有爬了就可以了。没有，还有，现在大家都要来挑鱼病，就是站的这个地方是金海洛东江铁道园区。哦，对，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自行车道其实来回3公里，然后我们骑乘那个铁道的这个自行车，可以体验这个复古的铁路。哎呦，然后同时骑乘的过程可以感受庆尚南道的这个洛东江的美景。对，然后它附近呢有像是红酒洞窟可以拍照，然后也有像是列车餐厅可以吃美食。都来了，那就骑一下铁道自行车啊。也都介绍了。我刚看那个上南那边看到介绍要骑50分钟哎。哦，因为来回环湖大赛啊，风景很漂亮，真的。今天已经是我们来到釜山第三天了，我们还没有逛到街，那就骑快一点。骑快一点。然后现在要请两位坐一台铁道自行车，来欣赏这个风景。纯观光吗？对啊。是你们的，你的纯都不纯，对，你的纯都是不纯的。没有，自己选了。纯做黑的，你这个思维一直以来都没变哦。来来，出发那边，好，几点在那边？这个一定两，上车他有事，两个人踩，好像可以不要太快，我觉得应该会有什么。对啊，应该是像上次那个，哪个？会有很多牌子。哦，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不知道在哪里？那不要太快，不要太快，每次都叫我们稍微好好观光，根本啥都没有办法那个放心的看。家业王道金海，家业主题公园，公园夜景，我们是不是要慢一点？太极殿，看一下四周有什么？家业都是家业主题哦，这是广宣。还有在经过高空的那个以前火车的那个桥，那个就很漂亮。走路王妃许皇后，走路王太太叫许皇后。好多铁王国，铁王国家也里面呢有个金走路王，对，走路铁王后。走路王妃，许皇后，走路王妃许皇后。那我们要加快吗？这边真的没有哎。加快一点，看一下，可是会不会考这个上？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无聊，因为真的，哇，前面这铁路好漂亮哦，哇，好酷哦，我们要经过平交道了，对啊，平交道，好 go 好，快速通行，快速通行，谢谢，方向哈密达，我觉得这里有关卡哦。啊，如果我们不停，你觉得会怎么样？嗨，主谋在那，反正他叫我们硬是把前面那台顶走，顶走，对，我们就撞走。我们不要停下来，我们不要停。没有，你叫我们观光，我们就观光，为什么要停？你叫我们观光，我们要观光啊！3公里的铁路自行车，内保的竟不是机民，而是前面快点啊，我撞到了！啊，对，你可以的，加油，我要来了。年轻人要运动啊！来，那就再一趟了，老太太。不行。我觉得这里有关卡哦。啊，如果我们不停，您觉得会怎么样？嗨，主谋在那，反正他叫我们硬是把前面那台顶走，顶走，被我们就撞走。我们不要停下来，我们不要停。没有，你叫我们观光，我们就观光，为什么要停？你叫我们观光，我们要观光啊！有人可以下车，不用骑哦。有人可以下车，不用骑。哦，那这样子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个有诱因，可以。全部下车了。哎，鞋子跟那没有带 GoPro 是吗？好，现在你们是竞争对手啊！糟糕了，
我会问一个问题，然后你们抢答，答对可以直接下车等车再回刚刚的起点 ，OK， 然后可以吃美食抽自拍。好，答错的话，哦，要自己继续骑，骑到不远处再折返，然后再骑回起点。好硬哦，40分钟而已啊。这就看要抢答吗？抢答，用举手抢答。举手，请问，在蔚山的金鱼文化村，利用雨水融化碰糖完成，来，请回答。是郑仁硕跟蔡瑞雪。答错。在蔚山的金鱼文化村，利用雨水融化碰糖完成任务的队伍，穿什么颜色的制服？哇！那他先回答，你才可以再回答。啊，真的、哦？哇！就希望他答错。绿色。恭喜答对。哎呀！因为郑仁硕一直这次来都穿绿色。嗯，我们要问的是颜色，不是人。你抢太快了啦！那我可以跟下面的拼吗？继续。没有啊，再来就是骑回起点了。哦。要带我。没差啦，这个。有摄影师哦，知道是绿色。你可以跟摄影师聊天哦。我知道是绿色啊。哦哦哟。只是一个答题而已，这个有什么意义？哦，赶快骑啦！哦，我也想赶快结束。你们看我骑很快吗？很快啊！哦，还不够快。哎，还40分钟哎。对啊。我的妈呀，很远哦。好，慢慢下车哦。休息站，休息站。搭错跟。怎么了？现在怎么了？你们感情不错，还搭同一台。我们感情很好啊。对对对，好，现在你们是竞争对手。好啊。你看吧。退下去。我会问一个问题，然后抢答。好，答对的话直接下车，然后可以去吃美食、抽自拍。好，如果答错的话，继续骑，骑到不远处折返，然后再骑回起点。不远，大概40分钟了。40分钟后，差不多了。40分钟后，好吧。孤山 X 的 Sky， 那个。对对对。射飞机任务，谁没有过关？来，君君先。我跟硕哥。不是答对，不是吧？我有举手啊。他先举，我就是哦，天哪，要骑很久哎。再见了，拜拜。本你平常运动量健身啊，当健身。哇，你们写这个已经解脱了，哎，他在上面很飘撇的感觉，很帅。好吧，出发 ，Go。10分钟后见了。快啊！再见了，君君，我等下腿会变很重，回来。拜拜。拜拜。突然声音变得好 man 哦！我刚才背半天呢，我刚背这里耶，我刚什么家爷王，有博物馆，有美术馆，有天文馆，还有什么古陵墓，我全部都背起来了，还有首鹿王妃，就你跟我问纸飞机的事情哦，我已经崩溃，好累哦。要问什么？目前为止，这个极致赛里面有几个人还没听牌？来，花花先举。2个。答错。3个。答错。4个。答对。我们不是分配答案的，我们是抢答案。没关系，我们也是，不是4个，你接下来就是5个。没事。好了，还好，不是考我们刚那个，加油。麻烦你无聊，我都有配一个摄影师。麻烦你载他吧。我们自己在这边聊天，要陪我聊天哦。怎么那么重啊？是你的关系吗？我有没有叫他上来？好重哎！是你们是有故意用什么吗？没有了，你刹车有没有拉起来？没有啊，可是变好重哎！不要这样子。你是不是刚吃饱？你刚吃饱的。好了。当做健身，前面快一点啊！我撞到了，啊，对，快，不要撞到了，我要来了，你们两个人踩哎，我一个人呢，快，最后冲刺，你可以的，加油！年轻人，你可以的，我要回去的，对呀。还有呢，
我当作来健身的，我跟你讲。因为等下就铁腿。哦，你们拍同一部戏嘛，感情不错嘛，才会搭同一台车，对不对？对。地狱旅长，三年前拍的。对对对。所以现在你们是竞争对手，我会问一个问题，然后你们随时可以抢答。答对的话就可以在那等车，等巴士，然后回去吃东西跟抽牌。但是答错的就要继续骑，然后不远处有个折返点。好，那再慢慢的骑回起点。好，我一定会让女生的啦，好，没关系的。那如果我智力不在线呢？请问，第一天的爽玩行程当中，谁吃了三观的台湾美食？真的好神奇。怎么办？他就是他啊！他不一定答对啊。请问是谁？莫子。哎，恭喜答对了。你是故意的吗？答对啊！答对啊！答对啊！真的，答对。我就是唱唱车车，对不对？对对对对。我一定会让女生的啦，我一定会让女生的啦，我一定会让女生的啦。刚刚这边装的很体贴，不是暖男吗 ？My heart for you, but I action for myself. Bye bye. 还在那边说让我，他是影帝啊。四十分钟，我不跟你好了。马甲线会很漂亮哦，这是练腿，跟马甲无关。最好是啦。今天就可以青蛙跳来回十套。早上不要跟你一对了。走开。你个骗子。他真的太坏了吧！就是讲说要让我举手举得比谁都更快哦，还这样。小白就是坏学生啊，喜欢追尾啊，放到那里，三好学生呢。快快快，年轻人，要有活力！哎 ，NASA 的伙伴，这样子比较有效，是不是？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哇，难得看能不哥这么认真运动哎。我要刹车吗？我要刹车。好，去高端那边。回转定点。嗯。快快！接到前面的你就过关了。吃东西吗？你看你要不要相信他？相信。感觉来参加这种游戏，打谁的话都不要信。哎，为什么他们每一个都在这里停超久，然后停完之后都一个上车一个走掉？你们同公司对不对？感觉不错对不对？还搭同一台。对啊。然后现在你们是竞争对手啊！我会问一个问题。好，随时可以抢答哦。答对的话，就在这边等，等着巴士，然后回起点，然后可以吃东西跟抽牌。哇！答错要自己再继续骑，然后不远处的地方折返，然后再骑回起点。OK。时间大概不长啊，四十分钟而已。四十分钟。You sure？ 好，四十分钟。哎，这个时候，男生贴不贴心就看这个时候咯。没有，没有气。那你怎么会这样？在甘川文化村时，有学几句韩文吗？嗯，请说出打扰了的韩文。哎呀，我尖叫！我也先举脚了。我说举手，想打。失礼しました。啊，失礼しました。打扰。打错，打错。失礼しました。答对，是哈密达，是哈密达，不是哈，哎呦，差这几个，你去游览吧你。可以，我想到这招直接把你手架住。不要讲，不要讲。好，然后因为我们摄影师布点的关系嘛，对，这是最后一台车，所以会有两个摄影师上车，加你四个，加你四个，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加我四个，可以啊，你要骑啊，你要骑啊，不是，就加四个，他们要拍，没有，你进来，哎，我要上车，我要上车，哎，捡了，有啦，有，他有送，真的有送 ，OK， 小桶盒了啊，好，所以就这样子哦。哇塞！哎呦，我看到第一组回来了，超久哎，第一组现在才回来。许梦泽，快点，追到前面那个啊，你就过关了。没有啊，他刚没有说追到前面那个过关啊，他只是想要让我累一点吧。
这个刚刚我们经过这个酒窖啊，这里是金海山草莓的酿酒，然后酿还有这个有出这个果汁的地方。好好吃啊！哇，我们这次的吃东西跟前面差很多哎。对，有清淡的。我刚就是说我要买这个，对，我说要喝類似。他们说不定都还在骑车呢，是，还在流汗，也没。这个叫做山草莓果汁，山草莓果汁，对，所有的山草莓都是有机的。然后另外这个看起来像覆盆子，可是它并不是，它就是山草莓。哦，好吃。因为覆盆子通常不会拿来生吃，但是山草莓可以，而且山草莓生吃是很甜的。山草莓本人长得跟那个啊覆盆子很像，还是桑葚。这个对女生应该蛮好的，自然的味道，天然的雄蜂蜜啊，好有加蜂蜜，真好吃，真的是超好吃。如果有来，真的要，就我等一下一定要骗不了人，而且它不会腻，哦，冰。进行超级比一比，最后一棒画出答案，所以第七棒是涂鸦秀演。精准一点。为什么有点斜序啊？哎，这样子应该知道吧？可是这叫画什么？七件事。哎，不是，你为什么露出这个表情？他是不是也觉得这个要怎么画？对啊，这要怎么画？好，加油，年轻人！年轻人要活力，不要被我追到啊，年轻人！加油！很好，拉开距离，不要放弃，继续踩。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do it, do it。感觉被到了。对，这是得分点。终点要到了，可以下车了吗？还要再骑回去。我只能收下。慢慢刹车。刹车。下车暴汗呢？一半哦。什么东西？一半哦，几位去哦。OK， 你去。张达。哎呀，很远呢。等一下，那个头是从我跟花花一开始就是。哦，对。超远。等一下，我先把裤子拉起来。好热，好热哦。这样出出汗也好。那晚上可以吃多一点。那重点是我们刚刚在车上还没有吃午餐，史上最地狱的惩罚。这人硕哥，就记住，之后的关卡我不要跟你一组了。这个等一下是真的会腿软哎，是真的完全会跑不动那种的。哎，后面超远，很远啊，我腿要爆。哇，很久没有这样骑。等一下我来接他哦。然后他们骑太久了，我们先抽牌吧。哦，阿叶，我们骑太久了，阿叶，太边了。我要祈祷这一次就一次过关。可以，过。哎，你们先来，先来，我酝酿一下。可以。G U 有了，哦，都有了，一次三个。哎，随便谁都好。一个是1000块，你现在有12000。B L B L， 哎呦哎，哎 OK 哦。哇，你也赶上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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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哇 ，U U 哎，大小 U。好，我的卫衫，我的卫衫。加油。这个难抽啊。U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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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L。哇，卖出了。差一个，大 U 大 U。差一个。我来一个，哎，我也是 B 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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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哎，中了 B， 中了，加油啊！中，幸福来得太快了，我有点，幸福来得太快，第一个过关。等一下，我觉得你们节目一定还会再弄那种倒扣。快贴起来，不要迟到就不会到。贴了算。会哦。釜山、蔚山，还有庆尚南道。我先回答完了。不可能，你一定会有到过的机会。你不能说你要先回答，要是你先去逛街。好，我先去逛街了，我去 shopping 了。我怎么回来嘞？好快哦。对啊。
那也只骑二十分钟吧。年轻人要运动啊，这样今天不用去健身房了。我想今天消耗卡路里应该是够的啊，明天去机场应该就铁腿了。来，我等我了，可以的，我不行，那就再一趟好了，看看。好了，不行，不行。哎，那个是大元吗？大元，这是谁？瑞雪吗？瑞，我快不行了！大元，我被硕哥背叛了！啊，被硕哥背叛！真的？你看谁代表选他？小亮，我的脚已经抬不起来。舒服哎。哇，超爽的，超爽的，就再骑两次都没问题。走，再骑一次。我想走，但我走不动了。上车。好。里面一样。坐吧。走。有变重吗？有哎。虽然你很轻，但是毕竟还是多一个人的重量。谢谢。有腰塞吗？看你好像哎，你刚不穿长裤，怎么说变短裤了？我太热了。你不是说你小腿有肌肉什么的？还是累了，毕竟在，而且刚刚我跟那个什么，啊天哪，我累到忘了。花花一直没有提的时候，就觉得好轻松哦。然后就换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根本骑不动。没有回程是微上坡。哦，难怪我就想说怎么变那么比较累。去程的时候其实很轻。然后我又变成再一个男生，我真的差点骑不动。哇塞，我看到我第四位乘客了。可以上车，上车。Thank you。到。客满了，出发。哇哇啊啊！四个有重托的感觉。哇！这个桥也太长了吧！经历了人生所有的阶段，就很像失恋、分手，从拒绝被拒绝，然后难过、崩溃，到后面有点坦然接受了。所以你是回想起哪一段绯闻的事情？对，哪一段？没有没有，一定有男生。我母胎单身啦。怪怪这里，怪怪这里，这人不错，这话你讲得出口。对啊，你好意思？你好意思？坐下来慢慢聊，慢慢聊。你在车上跟我们讲那86个，我们都没有。不是，你刚刚有闪过他们的面孔吗？哇塞！哇塞！谢谢，谢谢，要有礼貌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哇塞，我这台跟你们的不一样，因为我是最后一台，所以我把所有工作人员载回来。哇塞，我这台是重托，好硬哦！哇塞，我整个瘦一圈了，我回台湾衣服要重买了。哎，刚好这么巧啊！哎，就只有这点东西吃哦，那还好嘛。啊，保外带。我们刚在酒，教里面的餐厅。这是什么？它的都超漂亮的，只有全方位，超好吃。没有，就超多超多。哎，吐出来！我要进去挖了哦。来，卫生纸啊。挖呀挖呀挖！你们比较划算，你们看完所有的风景，只是没有看到酒窖。我刚刚去健身房了。对啊，等一下，你看他们，你看衣服都湿的。你们是飞轮？我们刚刚去上一轮飞轮课。我想啊，经过刚才的这一关，已经有一个人顺利晋级 VIP 了。你们已经吃完了。蔡黄如小姐。哇！被爱你的朋友之后，获得了。哎，所以你后面还要再玩吗？游戏都不用玩。现在花花是那个晋级的嘛？对。那下一关就变成那个只有九位是不是？帮忙什么意思？小天使的意思。啊！我要上班了，我要上班，还是要上班啊？对啊，没有，哪有这种？这游戏没有真的休息这件事，对啊。但是你可以选择要帮哪一位？哦，你只能选一个。什么意思？哇！你刚说赖皮说，你刚不是说我很邪恶吗？没有，我完全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
玩腻操作。我刚刚没有说过，这种讲这种话才虚伪，我那是真诚的。我刚说你是饥饿之花，哎，有这个我知道，我记得，这个还出体制在我的脑海里。他说我们都就是只想听好听话，我喜欢，女生喜欢，就是喜欢，你懂你懂。下一关喽 ，Let's go。我们现在在的是金海嘉耶的主题公园哦，这里其实最主要呢，就是要让大家这个体验以前嘉耶王国的一些文化跟历史，所以它这里有打造了传统的建筑，还有这个四季花园、星光庭院，那这里很特别，就是还有露营区，然后还有秘密花房，甚至连极限公园的运动区域都有，所以喜欢历史跟这种古文明的都可以来这边体验看看。对，而且嘉耶王国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秀，它有个某个时段会有一个涂鸦秀，这个涂鸦秀呢，它是借由它的画痕啊跟彩绘，透过像是光影啊、音乐啊，还有舞蹈，结合出一个精彩的表演。然后这次过程当中呢，还会找民众们一起互动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玩好看的十倍秀哦。十倍秀，今天如果这样也是可以十倍秀，也算十倍秀。对，那讲一下那个有一个小天使机制，花花凑成了嘛？对，好，来。就是你可以选一位小主人，然后担任他的小天使，到这一集结束。然后如果小天使游戏获胜，你有抽字的机会嘛，对不对？你就直接转嫁给那个小主人，那个小主人也获胜，那他就可以抽四次哦。但如果小主人没获胜，你获胜了，你抽完之后你的牌子可以给他。哇，那很好哎。那如果抽完之后可以不给吗？哎呦，现在怎么这样啊？铃铛雨了。肤浅的家伙，就是演艺圈，演艺圈。花姐，花姐，花姐，来，我要韩币，韩币帮你遮点。哇，韩币外交做很好啊。可以。来，用韩币遮。来，Center 给你站，Center。我体验到真正演艺圈缩影。对。所以只能选一位。对，选一位。我要讲出来。哎，请选择。因为等于可能要帮他一起玩游戏，你们很坏。那我帮你选了，好不好？可以了，不要让你难过。我自愿先淘汰了。真的假的啦？太痛了，下流了。哎，他那么厉害哦，你那么厉害。为了维系，我们所有人拿奖金拿最多次的就是他。我刚才其实，在洞窟里面，我们有一些承诺。是。对，然后我觉得以我的观点来看，我选错一个人。好。他。因为得那个奖金比较靠近，我觉得可以一代再接一代，就是因为痛，你是说好痛又好痛，好痛，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说如果你帮助了这个人，他也变小天使之后，他就可以再带一个小天使，我是这个意思，对，是这个意思，但对不是你，我解释完，是他，我解释完，然后不是我，他把你的二的牌换这个。我是他的小天使。下一关就在户外，啊，会户外。OK， 我们在园区内，我们会设有六个任务，只要完成就可以抽一张纸。啊，可恶！对，所以我现在捡两颗。对。你捡了三颗。对，我直接晋级了。不要狗就好，不要狗就好，不要狗就好。猪。哎，这些常见的韩国传统游戏究竟该怎么玩？而谁能在六次机会中抽到命定的字母，晋级奖金赛呢？我是他的小天使。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涂鸦秀表演，哦，哎，我们现在去看。哎呦，哦，好，可以哦。哦，那赶快，四处慌乱了。Thank you.
塞，很厉害耶！哎，他这个整个画面这样下来，感觉好像参与了一个古代的爱情故事，对，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对，会有一种感动的感觉，真的是很棒。然后我们在这里啊，还是要玩游戏。嗯，好，待会会分成两队，然后每队会再加入两位涂鸦秀的演员。哦，变成七个嘛。好，六人进行超级比一比传下去，最后一棒画出答案，所以第七棒是涂鸦秀演员。对，他们画，所以我们前面不是画画，我们是比一比，比一比嘿。然后各进行两回合，分数较高的队伍获胜，那答对一分。好的，由我们橘队这边这一组先来进行超级比比的动作。然后刚才我已经先按抽了我的题目牌了。只有15秒的表演时间，好，计时开始。还有时间，还有时间。5、4、3、2、1。好，不出声，不出声，不出声。哦，对了，对对对，后面这个对了，对了。觉得中间好像歪了。那人是操场。公园里面的嘛，公园，公园，跟公园有关。不要乱歪楼哦。洗手，洗手。你为什么在两个人过来？我有问题。啊，糟糕。对，公园，公园很好。早操，早操。5、4、3、2。表情，表情，表情不能加戏哦，表情不可以加戏哦。OK， 孟晨，好好表演，好好表演。这最好表演，就这样子，还能怎么样？精准一点。OK。有点情绪啊。哎，这样子应该知道吧？可是这个要画什么？你为什么露出这个表情？他是不是也觉得这个要怎么画？对啊，这要怎么画？这好难画。哈哈哈哈哈！你们这题目有点太为难人了啦。哎，他画错了感觉。有机会哦。雨灯，答案答案对就对了，是过去了。所以我们获得一分，对不对？哦耶！好，攻守交替。我们这边第一棒派出的就是影帝郑仁硕。哎，如果比手画脚就是要有表情、有肢体。对，他是一个演员。刚刚的 Super Junior 他可以模仿出每一个人。我就觉得，如果你要拍他第一棒，他应该就要给他抽到 Super Junior。对，他那个表情，他就要开始模仿。对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的。这一题我相信你。好，那我转过去哦。好，好，你看看你的题。好，仁硕加油！你自己先看，自己先看。15秒，计时开始。5、4、3、2、1。
哎哎，不能前面不能提示哦，前面的前面的。哎，不能不能看前面哦。真人错了。OK OK OK， 什么？好，其他不出声哦。五、四、三、二、一。OK， 请作答。不能讲话，都不能讲话，先转过去，你们先转过去，不要给他提示。他也很头痛啊。哦哦，没得分。喂，你再表演一次。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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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OK。OK， 其实第二棒人谱是有优化的。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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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木头人。我觉得这题在这里算千王，因为韩国的这个游戏它翻成中文不是一二三木头人，所以签运也蛮重要的。对啊，对啊，没关系，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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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达，阿弥达 ，good job，good job，good job。好，我已经抽好第二题了，这个就是要加油一下，要加油一下。好了，只有十五秒哦。开始。哇！五、四、三、二、一。哎。歪掉了，那是歪掉。二，整个到这边就歪掉了啦。不太对，嗯，不会对了啦，后面都不会对，然后歪掉了。要看后面有办法救了，这个有没有看我们救回来了？对，对啊，哇，这个有办法救回来有点困难。五，方向不对，动作都不对了，感觉很歪啊。一，转乱七八糟，没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了，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OK， 有机会了，有机会了，你看看。来来来来来，歪了吧？这太夸张了！五、四、三、二、一，歪掉歪掉歪掉！歪掉五、四、五、好了，不要不要反应，不要反应。哦，他马上有答案哦。哇，中本，神通芭蕾，耶耶耶耶！中间是有歪掉吗？哎，还好最后你救回来。对，因为我在。错是不是？因为三四棒，我们前面躺下去啊，脚都是直的，都是这样子哦。然后到蔡瑞雪那里变成这样。哇！那转开的方式啊，对不对？哇，想的跟脑袋做的不一样，最后就会变成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又答对了。答对了，所以蓝队也不用补，因为所以恭喜我们
橘队获胜。Yeah, thank you。恭喜，吃东西。恭喜我。好，我们现在要来吃的这个呢，很特别，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韩文叫做 Tteokbokki。它是没有办法翻成中文的，因为它是纯韩文。但是他们后来叫它叫做这个金海烤猪肉。他们传说是说以前的肉商，他们把猪肉屠宰下来之后呢，把特别珍贵的部分全部留下来要自己吃。对，那它所以它这个并不会是像特别有针对哪一个部位，它就是全身上下特别嫩、特别好吃的都留下来，全部留下来，然后凑在一起，就变成这一道菜。哇。好想吃哦。好了，那在他们吃的同时啊，现在这已经是我们这次釜山行的倒数第二个关卡。也就是说呢，大家呢基本上呢没有四个，也都有三个。所以我看到这边几乎你们这五位当中有四位是都是拼牌了，只有贝彤彤还差两个。两颗。贝彤彤先来拿。好。好不好？搞不好你一拿就过了。好啊。哎，这是有可能的哦。你差小 U 跟 G。究竟鞋子能不能抽到命定的 L， 成为第二个小天使呢？鞋子你插一个 L， L Go， 你抢他，不要 L， 只要你抢 L 就有了。一、二、三，啊！哇，你这两张都是我想要的。加油！启动者在第一天的第三关就开始拼牌，从到现在一直没有拿到他想要的 U。好了哈，就差一关。我们后面这几个应该有人会晋级吧？红色小 U， 红色小 U， 啊！我要 L 啊！哎呦，哇！会不会拼到最后？怎么会这么难呢？好，大圆叉 B， 加油 ！B 呢？有没有？有没有 B？ B 啊！没有。哎，怎么那么难呢？真的很难呢。好，没有，我们到最后。瑞雪会中了啦，他昨天很容易抽到旺，他有那种莫名的好运，真的假的？真是最旺，强运少女，加油！来吧，当我们的小天使吧，有吗？对啊，对对对对对，这样比较对，这样好。所以现在瑞雪可以决定，他要选择一个主人帮忙，他要选谁？我要选择大圆圆。刚刚理由，他在过程中一直帮我拍美照，让我可以更新 IG。有社交，好少女的一个理由啊。有归宿，出来玩就是开心。换一下，好，谢谢。哎，怎么样都抽不到。对啊，想要的字真的很厚了。可以啦，最后应该在一关了。那也要在一关才有办法。对啦 ，OK。嗯，那我们下一关就在户外。好，没有户外。OK。我们在园区内，我们会设有六个任务，只要完成就可以抽一张字。哦。一张，所以有可能可以抽关六。原班人马，然后都过关。那没有，分开的。各自的。但是你那一关闯关失败，就不能再去了。不管失败或成功，你一关只能去一次。去一次。对。所以最多就是六次。对，小天使就跟着小主人一起走。好，哇，这边跟现在跟仙境一样，迷雾森林啊，迷雾惊魂。好，在出发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吗？在那个六个任务当中嘛，然后六个点嘛，有两台公车会正常的等距循环行驶，看到就可以来，看到就可以下车，没有抢快，但是有限时30分钟。
那就是抢快啊！对啊，那有办法。个人赛，个人赛啊。那失败就不能再挑战了嘛？对，那车从昨天抽到现在，你现在还有过吗？我就差那么一张，就都没抽中啊。对啊，这也没有说绝对嘛。墨菲定律哈，啊，一个关卡只能闯一次，不管有没有过，啊，不可以洗关。八人，来。我走，没你慢慢走，没关系。行行，我可以。我可以先冲。对对，然后你慢慢来，慢慢来，没关系。可以啊。你知道，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啊不完全，但是古代建筑的游乐园里面，然后起这么大的雾，然后都没有人，都没有人，有一点诡异。射箭在哪里呀？哦，看到了。射箭应该是外面吧？在那里呀、啊，王宫展示馆，这里应该有吧？都没有人来这里，那就不用排队。对，下来的话我们等一等。这个等一等，从上，哎，从上，从上那边。其实可以在那哎，还是我们先看他怎么玩。也可以，看这个要爬楼梯。好好好，我们先到现在那。我刚刚想说，哎，蔡雪真的运气很好，他怎么今天一直中这样？然后我想说，他跟我分享游戏怎么玩赢的，就要唯一跟我分享的就是这个 pose。他说他上网查，他就是靠这个女超人的 pose 一直获得好运气。可以一起进行吧，一次一个，一次一个，大家可以一起进吧。来来来，这边玩的是射箭，五箭射中一箭，在黄色区域里面。就可以了，就不要超过黑色的。好，对对对，黄色、蓝色、红色都可以。我已经有点忘记怎么射了。在哪里？中。今天玩它被中。我还中红的嘞。不错不错，很好。其实等一下，你先走。狙。我有狙吗？看一下，在这里看一下。有啦，我来去下一个吧。湖中间有房子，哪里有房子啊？哎 ，I love you 风车 ，What？ 我根本走错地方哦，那也太笨了吧！好，我到了。好，这关有 A、B 两个露营车，选择一个开门，没有被水泼到的话就过关。好 ，A 在这里 ，B， 哇，两个都很像有哎。我选这个 B， 一。2、3，没过，拜拜。高高，这边，那边，那边，那边，脚踏车吗？对对对。这边关人的话是在高高脚踏车这边打画片，对，往中间打。对，有过就可以抽奖。有过可以抽奖，是不是？没有，你赶快！我刚刚气口流血。一种流血的吃。Oh no！ 有了，有啦。对，画面不是很好，就这样。来，你要在原地转，对对，这样再上第二次台，没事没事。不是啊，不能不能这样子吗？不行。没过。好，好换。怎么偏那么多？最近我在挑战你。是到哪里啊？是啊，偏低哦。对，蛮低的。你知道刚还没到，你要高一点。嗯，第三遍。好。你看，我是瞄那个哦。超歪哎！射电场，哎，射电场，是这边吧？那边。好，如何？好高哦。如何？好过吗？一定很难。
因为我本来就蛮会射箭。哦，真的？好好好好好，那边没有很难，无限中一箭就过。谢谢谢谢谢谢。你看，差好多。最后一个。根本不会送啊！然后身体直挺的拉。啊，差一点。没撞，没撞，旁边白色。最后一个目标。走。B， 我没有。我们家有 B 嘞。我有 B 了。好，来去下一个。认真，你可以的，你做得到。好，三二一，放好，不要丝毫犹豫。三二一，你可以，没事，没事，不要犹豫。好，小心，不要靠近脸哦，不要太靠近。差一点了。没事，反正瑞雪还有机会可以抽，你机会加油，这样你一定可以赢的，你可以。B。哎呦，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再多玩游戏，我们赶快下一代。没有，先开始游戏啊。三次机会翻过来就算过。那你要正翻反还是反翻正都可以，随便你选。先这样试试看。还是 OK 吗？啊，可恶！三次机会，哦，快！跳跳床那个吧。哦，那个蓝色的，是不是？从哪里进去啊？蓝色是不是弹跳床？你是跳跳床吗？走蓝色就走，然后到弹跳床跳十下，再到四楼去，就在那边结束了。OK。对对。弹跳床先，那先记得跳弹跳床十下哦。哎哎。可恶，今天穿错鞋子。那弹跳床到底是弹跳床啊？至少跳十下哦。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十下了，然后。十二了，十三，再右转，爬到四楼来找我。右转是什么？到四楼啊。哪里啊？到一圈。我来了！哦，我知道了，这里。1、2、3、4、5，哇，好急！3、2、1。哇塞，有没有搞错啊？是这个吧，王宫？去哪里？这个位置。哦，这里啊。他跟你讲规则。玩的是骑士，你要甩三次，然后不能同时出现猪跟狗。这个是羊。哦哦，现在懂。现在是羊。这个是羊。是什么？全开马。全开是马。看一下有没有，我没有听，我听牌了。哇塞！辛苦了！你才知道，你才知道这么辛苦啊！辛苦了！而且我刚刚过去就一个地方卡蛋，好痛啊！然后声音瞬间就变这样了。好。那边刚好很多告示牌的，注意什么？那也是讲到家野王国的故事。哦，一个都没有告示。没有看。我再请问你问题啊，答对问题就可以抽牌子了。好。你没有说要回答问题。家野王国的国王，传说中他是从哪里诞生的？哇塞，从哪里诞生的？从哪里诞生出来的？家野国王啊，从蛋诞出来的。从蛋吗？从蛋。你的蛋蛋叫了你，哇塞！卡蛋有用，卡蛋有用，哦，刚刚那个是一个 sign，
卡带是一个 sign。告诉你，我要抽，来抽。抽，一次过，一次过。只能抽一个。拜托，给我一个小的 U。小的 U， 小的 U， 拜托。就你了，一二三 ，Yes。你把 U 给我。哇塞哇塞 ，Yes 过关 ，Yes。请问嘉业王国的皇后，许皇后是哪里人？是哪个国家的人？许皇后是哪个国家的人？许皇后是哪里人？涂鸦秀的时候，皇后她的披的是头巾，头巾上印度吗？印度，确定。你别答案，好，印度。我恭喜答对。真的假的？哇塞，我以为我在旁边听，我以为是中国耶。因为他披那个头巾，我没有看到。你可以抽一个。我想说，我擦鸡鸡啊。可以抽一个，可以，我相信你可以的。可以啦。鸡。啊，不好意思，哇，小 U。哇。好吧，那你要再拼一个，你要再继续走。好了，那我就回总部了，对不对？可以回总部休息了。我跟你讲，这边你一定会赢，自信拿出来。而且我们会赢，有两次机会。好啊，心平气和，相信自己。我相信自己，我这关就过了啦，我要回去了。这关要玩的是传统，韩国传统的小游戏，要抓骰子。然后地上有五颗骰子，然后你们先这样抓起来，丢到地上。拿一颗起来，丢起来接一颗，丢起来再接一颗，然后把五颗接完，这算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是丢出去，拿一颗，丢起来捡两颗，再丢一颗，拿起来捡两颗。好，然后第三回合就捡三颗，第四回合就捡四颗。那几回合？四个回合中，你们过两回合就过关。哦，好，哎，老师，你先，我先丢，先抓一把，抓起来，然后丢出去，然后接到一个就好，不急。Okay. 先拿一个，丢起来捡一个，就是丢沙包了。你第一回合就没了，然后你现在还有，现在就变成捡两个，捡两个，对。好，对，所以我现在捡两颗，对。你捡了三颗，对，我直接晋级了。你的手没有打开，你的手要打开，打开自信，打开。就我想要捡三颗，我就是要捡三颗了，相信自己，你可以三颗，好。快很准，你可以讲，你什么都没捡到，那你讲，交给你了，就是你过就是我过，你一定会过，好，拿一颗嘛，拿一颗，哎、欸，你有六颗，六颗，好。小天使瑞雪刚刚射箭帮了大元一次，究竟这次会不会也完美助攻，让大元有幸一起争夺百万韩元呢？迈向幸福的微笑，每一秒。过就我过，你一定会过。好，拿一颗嘛。拿一颗。哎，你有六颗。六颗。可以的，要拿两颗，对，拿两颗。啊，你要拿三颗，没过就没了。这次也真过，你还有两次机会。拿三颗。加油，瑞雪。啊！啊！这对小手的人不公平。对，对，你讲对，我们手都超好。那我们赶快下，赶快下一关了。他现在是在干嘛呀？这个要玩的是骰子，你要骰三次，然后不能同时出现猪跟狗。不能同三次，不能同时出现猪跟狗。再一次，这是狗，这是狗，这是狗，这两个是狗。好，那你不能再骰到三个哦。你骰到三个黑的，你就没了。狗，两个狗，可以吗？可以哦，你好，你再一次机会，不要三个叉叉就对了。是，这样过还是狗？过关的，过。你先跟我下。就是你，鸡没有。哦 ，yes， 哦。卡扎米达，卡扎米达。好玩，简单。你可以坐车走哎。哎，真的耶。
Come to me, da. Where? Arrow. Okay. Thank you. 好了啊。你刚在碧水坑吗？嗯。啊，这一坑有 A、B 两个露营车，选择对 A、B 两个露营车，选择一个开门，没有被水泼到的话就过关。那我可以先遮起来吗？我要 A。恭喜过关 ！Amazing！ 来，你说的是。不用看了，加油！不用看了。好了，第一次。猪。完蛋了，我怎么觉得不妙？第二次。猪，哎，不错哦。不要狗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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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狗就好。猪，好，我过了。但我现在我还不知道我自己还缺什么。我缺一个大黄 U 跟 G， 黄 U 跟 G。哎，黄 U 跟 G， 好了，一摸到就是你了。G， 那我再敲到一个黄 U 就过了。是不是有公车？哦，有公车来，有公车，我要坐公车。What your next station？ 六号，六号 ，six。十六公里 ，six。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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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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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小心。好，你就不要踩滑的地方。好。有 A、B 两个露营车。对。选择一个开门，没有被水泼到的话就过关。好。一个一个来。好。OK。换一下我，对对。好，好了，成功。A， 太棒了。一二三。我靠！不会再连上 A 了吧，鞋子哥？因为这个就你的、啊。我没到。啊，哥说没到。对啊，所以就是。参拜国王，来了。这关怎么玩？这关玩的是直视，旁边有规则板可以看一下。你有骰三次的机会。好。然后，但是不能同时出现猪跟狗。好。好了，直接宝贝来了。希望这个金手鹿王，还有手鹿王妃保佑我过关吧。这是狗。这样是狗，狗狗。你还有两次。我还有两次机会。好。有吗？是羊也可以继续闪，也可以继续闪。对，只要不要闪到猪就过关了。哦，闪三次没有事就过关了。对，好机会，机会，最后一次。猪，猪没了，没了，没了啊，没了！天哪，好吧，再见，拜拜。不过皇宫好漂亮，接下来去哪嘞？谢谢。我们要玩的是韩国的传统游戏，要抓十字。好，丢五个。对，五个就是去。然后我先拿一个，丢起来，然后捡一个。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好，你等下要捡两个。好，我要捡两个。哎，一样要把五个抓起来，再丢，要重审，重新一次，要重审。来哦。哇塞，哪两个比较近？这两个比较近。好，要抓三个。我觉得这关我不会成功，我就会迅速的让我去下一关好了。一二三，要抓三个，就是你们了。啊！拜拜。啊！嘘。啊！拜拜。啊！嘘。不可以骂脏话。五个。没有，第四个没了，总共四个局。康莎没得，拜拜拜拜。
阿娘，阿娘，看到你们真的好开心啊！宝莉，宝莉，宝莉，宝莉。现在玩的是直视，然后看一下旁边的规则板，要甩三次，然后不能出现居家狗的过关。四个通过，三个是。对，先让他们看事情。这样的话是满，然后就可以继续。一二三四个。我这样继续甩。那标码。然后只要三个跟两个。OK OK 好。满，还可以几次？很满哦。三次满。我有满分过关了 ，Yes！ 换我，换我，你先抽。抽。加油，加油！你缺个 B。没有。好，再来，再来。你要 B， 给你 B。二。二，那不搞，那不搞，真的不行。不能出现。对，就是这三个。时间还剩两分钟。哦。闯关时间还剩两分钟。Yes。Yes， 有了，对不对？还有一次。走，这样也可以，去游。我的最后一个机会了。闯关时间还剩两分钟。两分钟。闯关时间还剩两分钟。踏进去就算了吗？缓缓先。进来就算了吗？对对对。顺，不急。好来，杰哥，来，丢捡。丢捡，丢捡，丢捡，丢捡。好，这是过第一个回合，然后现在是捡两颗。你这回合过就过了。漂亮，那我应该这样子，我要拿这一颗，待会一次这样子。好，我先拿这两颗好了，两颗留后面好了。丢。剩这两个，这样进。好，来，丢。好，丢三颗，捡三颗的，捡三颗的。来，三颗的，三颗，我要尽量让他们连在一起，这颗比较远。丢。啊！丢。好，来，有一颗，捡一颗，丢，捡，过关，过关，丢，捡，过关，过关。各位观众，啊，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但我知道你过了。对，我好像是在这个游戏第一个过关的。你还幸运的，就是你。那这还有谁有过的？各位观众，大 L U， 嘿，真的大，去他妈的！我是要 U 哎！你刚不是一直说大 U 吗？我后来以为我拿到大 L 了，所以过了。对，太扯，太夸张了。哇吧，香香香！还有谁抽五张的？就你啊！哦，我来，我来，我来！我有听到你尖叫啊！真的，他真的是幸运小天使。没关系，没关系。暂时帮到忙一下，好不好？暂时应该领先。真帮到忙的小天使，君君回来了。好，君君过了吗？君君，你不要动，你转这面。君君好像唱歌仔戏的。哎呦啊！给哪里有啊？等来到家，大大的比拼咯。结果你有过吗？你有收起重。哎，这个笑容啊，你们都已经。他过了，幸运的。噔噔噔噔噔噔，好厉害啊！下一个啊！那就恭喜极致完成的，明天可以去釜山他们那种 VIP 室，哎，待机嘛，跟奖金挑战赛，有机会获得韩元100万元。哇！所以总共有几个？五个是不是啊？五个啊，刚好一半。哦，刚好一半，一个人二十万，一个人二十万，要有机会。那剩下的嘞？剩下的，哦，明天早上就知道了。我讲集合时间哦。哦，我的天哪，就这样子了。今天的结束了，结束了，极致比赛结束了。恭
新的征战，什么？没看过这样子白发。哎，这个新征战的奖金赛，究竟要怎么拿到100万韩元呢？而明明是五位优胜者，又为何独缺人辅嘞？迈向幸福的微笑，每一秒。新的征战，什么？没看过这样子白发。扑克牌，有挑战赛。这是什么玩？翻牌跑马赛。然后扑克牌有四个花色嘛？对。对。我一定是黑桃。然后请你们在三个花色当中各自选一个花色，然后压大头牌，就是压住，然后人辅委托瑞雪，对，就帮他压，看他压压了几次。人辅是那个有机制完成嘛？对。那你的心里没有是因为？对，因为我后面还有事情，所以我们要去机场，他们要去。那我可以请一个人帮我带执行这个优势吗？那我把我的执行权交给。运势好的蔡瑞雪然后选择没问题，对，那从头到尾都是家主加油，可以，我相信你的，好，麻烦你了。选定之后呢，会翻牌，翻到选择的花色的人可以前进一步，当四个花色都通过栅栏之后，栅栏会开启，如果是同花色的话，栅栏同花色他就要退后一步。哦，这个是栅栏，对，这是栅栏。这四个栅栏，率先抵达终点的花色就是冠军，可以平分奖金100万韩元。那重点就是还可以重洗吗？哎，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就重洗。要它那个栅栏的花色重洗，有变洗哦。对啊，重洗哦。看一下栅栏，我很诚实啊，那个我们就随机摆的。哦，你看，两个人来。重洗，
好，刚好在这。哎，是不是？我跟你讲，我们要分散，我们要分散。哦，对，不要急。对啊，这样才有。对，没错。分工，分工，爱心。好，我也是。哎，你也是爱心。对，我也是爱心。之外，还要继续收看我们的饥饿游戏，下周见。谢谢你买的。你就知道平常多吃。哎，你们真的很厉害。强运。谢谢你跟了我，真的是跟对人了。来，收着。收好，收好。